您更得安来呀。马哥，伊是朱信昌的查某囝，当年朱信昌伊，就算讲朱信昌伊真厉害啦，啊，不过朱丽萍嘛无得到伊的军团，家家哦是喝着半桶水啦。啊，无我来一声，就看出伊的定法。再加上啊，朱丽萍这个人哦，贪金用事，小鬼软心啊，想要跟我斗，就较歹。那的是阿强嘞，阿强，他拄只拢伫你身躯边，那是伊唔着知，你要发誓咯。既然哦，这个计划已经启动啊，就必须让伊知影一寡代志，因为。我需要伊来斗三工，就足侪代志要经过伊替我处理。以后你入来房间，要小注意一下。阿强有伫房间无？唔通总入来都乌白乱讲话，知无？我知影代志的严重性啦，你放心啦。好啦，大将讲完哦。无代志，你即摆先出去啊。是讲，你敢认为安尼死做，真是啊透动心？你嘛真了解讲阿强这个囡仔，伊的个性拢真无定着，而且佫鬼头鬼脑，心思特别多。你若讲会感谢这件代志若愈深，你敢唔惊我来替你了麻烦是？像头拄只严生讲老高，啊那去予秀兰，也是彩霞知影这件代志，安心着害啊！阿强哦，我会把顾定啦。你唔免烦恼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你的代志，我哪会讲免烦恼咧？阿强这个囡仔，是秀兰伊带桥后来呢。总是，是家己人，还是外人？我希望哦，你都爱分得清楚。唔通遐尔啊信用你，啊无时间吼，你就安尼变饲鸟鼠夹破布袋。这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秀兰啊，佮阿强啊，因两来背离我拢算过啊，对我真有路用。我唔再有你来咱尴尬，经过这样侪年啊，你对你的意见也是这样侪，啊你可能会破坏我的计划，还佮有布局呢。就算我甲你拜托讲啦，你若真正为了失踪，唔通在这个时阵来给我后卡呢？我哪会死做啦？除了五年前，你卖出阿元的血以外，让我安移动落来，这几年来你要所做什么代志，我拢有在你，我拢无管你呢。阿元的代志，我唔是甲你回过去的啊。反正哦，我就是歹听话讲进前啦。我唔准你去动阿瓜啦啦！伊是咱永传老人唯一的贤妹。你讲这话敢若袂输你一人要紧阿瓜啦共款？当初我放偌济期待到希望伫永传身上，喂，洪水。少年，就受着病痛折磨，连我这个样，化敌献命，当回在老爸，拢无法度救伊的命。咱两个老的，只有一个当送伊上山头。来忍受着挂断的疼，英团明明是一个真善良、搁真孝心的囡仔，若不是讲天机倒起，天公伯啊，伊无理由就安心甲带走。
你是嘛算算讲讲出你心内话啊，对无？你这么多年来已经偷偷冤枉我，你认为讲是我把印团害死的？当初我是拼死命想要甲救回来嘞，我不甲家己还吐血，无都继承，啊是无都甲命救回来，伊就替我面头前断开啊！你敢不知影迄时阵，我不是挂钱断命嘞？迄鬼人哦！鬼人命讲要搬去啊！你敢不知影？伊拖一个哥哥，为个人真，为个希望呢？我敢有怪你？我今仔日下过讲起这个代志，就是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甲我顶当阿官。你嘛无希望我对不起在天的英团。你别拿出讲你爱用真心实意话都来相骗伊，你规日嘛是爱去阴间改气的，都是你们在向你为好事交代的，你们安怎讲安怎解释的？帅，我唔正想讲，甲文瑶阿哥阿花上错堆啊，因两个哦。因两算嘛，因两结婚哦，多子多孙的命，有囡仔了，代志唔着解决啦，叫你你，你想要甲彭彩霞斗三工，伊可能破坏咱的计划呢。你看卖，我即摆留留的时间敢会等你啦？这件代志是个意外。以后，我会顺从这两个囡仔因的意思去做，我袂过来给你添麻烦啊！你这么是安怎？你头壳疼心？这对生计两无白给师傅的歹代志，我头哪会袂疼？是的啦。我这卖精神哦，一天比一天歹。我得抢时间，把所有代志都准备好。妹子，你得给我倒三缸。